美国流行乐坛小天后泰勒·斯威夫特先前无预警结束了与交往一年多的 DJ 男友恋情，两人回归朋友关系。而结束恋情的泰勒不愁没事做，因为他在纽约市曼哈顿的社区购入的新屋目前仍在整修中，预计要花上一年才能全部完成。所以泰勒最近开始找能让他暂居一年的地点，最后确定租下一个月房租要价$40,000，将近人民币500,000的高级住宅，超高租金令人震撼不已。根据美国八卦网站报道，泰勒所租的这间豪宅租金要价这么高，是因为它的空间十分宽敞，不仅是一栋四层楼加上一个地下室的独栋建筑，甚至拥有5间房间、6间厕所、2层楼高的庭院、4人停车场，以及一座室内游泳池，舒适与奢华程度都不在话下。如此看来，泰勒在这一年内虽然无法住进装修中的新家，不过在这个暂居处仍有高级的住屋享受。